哟，哎，你可算是回来了，让我看看，你这不是又受伤了吗？还说没事。哎呀，一点小伤，没事儿。哎，疼疼疼，忍着点，我先帮你消下毒，等会儿再帮你包扎一下。德丽莎，嗯，我忽然觉得你有时候好像也和西奥拉挺像的。比如？比如都会像是老妈一样照顾。疼疼疼疼疼，是姐姐。哦，德丽莎姐姐，下手轻点，伤得挺疼的。哼，所以东西呢？信号都屏蔽掉了吧？嗯，都搞定了。那蛇眼的密钥，哇，可真有你的，布朗尼，怎么做到的？我和蛇眼的首领打了一架，不对，也不能这么说，应该说我被蛇眼的首领带着演了一场戏，给整座天穹城里的人看。戏？解释起来很麻烦，你就当密钥是害兔布朗尼今晚的片酬好了。一场精彩的舞台剧，蛇眼主编，害兔主演，近期上映，敬请期待。去去去，就知道贫嘴。对了，你不是说还有一个东西想让我和你一起看一下吗？是什么？这些漫画书真的该找个时间卖了，现在哪还有人看纸质书了？卖给古董商，这些东西说不定还能换不少钱。我不卖，这些可都是我的宝贝，花了大价钱淘来的。看电子版不是一样吗？清晰度更高，资源也更多。电子版哪有纸质书看着舒服？而且有些纸质书根本就没有电子版好吧？比如说这本《银河骇客》，网上哪儿都没有。哎，这不是我们小时候一起看的那本吗？那你先看着，我正好处理一下蛇眼给我的这个东西。银河骇客，我记得以前我们都特别喜欢模仿这里面的台词。嗯，人类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bug。现在想想就感觉羞耻。嗯哼，我记得后来好像有一个反派角色，啊，找到了，就是这个影舞者，来自平行世界的像个武士一样的家伙。嗯哼，嗯，来自平行世界的武士。是啊，我以前可喜欢这个角色了。可惜这漫画后来被腰斩了，直到最后都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嗯，应该是我想多了吧。嗯，怎么了，布朗尼？不，没什么。嗯，还行，那家伙还算有点良心，没在这芯片里藏什么奇怪的病毒。你已经解开了，里面是什么东西？哼，看看就知道了。这是监控录像，看地点应该是在太虚门的古城楼附近。是那个忍者，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布朗尼，你见过他？在神城地下的时候，就是这家伙突然出现，把我们的计划全给搅了。不过好在密钥没有被他抢走。等等，难道他出现在太虚门附近也是为了？特丽莎，把监控的时间往后调五分钟左右。啊，他好像被安保机器人发现了。这些家伙可不会是他的对手。这是什么技术？为什么他挥刀时能放出那么大的一道电弧，还能飞出去那么远？与其说是技术，
倒不如说更像是超能力吧。确实，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改造异体能做到这样的事。不过，这也可能是神城正在研发中的产品。我倒是觉得，他应该和神城不是一伙的。嗯？先继续看吧，也许还有其他有用的信息。结束了，德丽莎，你怎么看？什么怎么看啊？这真的是监控录像吗？这肯定是用什么电影特效剪辑出来的吧？近距离接触那么离谱的大电弧，就算他那身装甲的绝缘性能再好，他也不可能一点事都没有。哼，我还见过比这更离谱的事呢。啊？在神城地下的时候，眨眼的功夫，他整个人就变成一道闪电消失了。这 Brownie， 这忍者该不会真的是什么超能力战士吧？哼，谁知道呢，也许他就是银河骇客里的那个影武者也说不定哦。怎么样，要不要去找找看？说不定还能问你的儿时偶像要个签名之类的。唉，不想去也得去吧。他先后出现在了神城和太虚门两个地方，那他的目的肯定也和你一样是密钥咯。密钥暂时可以留给你。或许吧，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肯定得去太虚门走一趟了。为了第三道密钥也好，为了追查这个神秘的忍者也好，不管怎样避不开的。嗯，德丽莎，你在干嘛呢？当然是在化妆啊，我和你可不一样，回太虚门万一要是被人认出来就全完了。我可不想明天在天穹快报上看到什么知名偶像参与街头斗殴之类的消息。哎，不让你，你干嘛？别拉我啊喂。色是恶意最好的伪装。